哎喽哈！前面喵咪大战争时间来，那今天晚上九点半一样是我们随便聊随便打环节了，好不好？那今天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这边是这个10月16号的影片。不过10月16号，我一直以为就是15号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十月强袭的这个后续了，因为它是16号才出现的。因为我们这边剩下10个小时，那明天的话基本上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下一张的这个白金卷啊，爽歪歪，爽歪歪。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先来打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什么，这个不死生物的这个关卡哦。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日本的这个纯片旅行啊，应该就是全部都是以这个真传奇关卡为主吧。我应该会大刷新一下，所以最近大家应该会看到我这个真传奇关卡就是疯狂往后跳哦，因为我会先纯录一大堆这个日本的这个纯片啊，因为我要去日本，然后就要先录一些纯片，因为我们之前上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们是录那个什么啊？我们是录了那个图鉴，猫咪图鉴，就是哲平的那个猫咪大图鉴，还是大家比较想要看哲平的猫咪大图鉴？你们也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你们比较喜欢听哲平讲干话，然后录猫咪大图鉴的话，哎、欸，也可以下面留言，好不好？还是你们都没差啊、哦？我就算那个随便打关卡讲屁话，你们也喜欢，那也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哦，我就不用那么的那个。就不用那么的辛苦了啊、哦，但应该大致上会是以那个啦，打真传奇关卡为主，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很想说是先把那个二星跟三星关卡、啊、打完，然后再来打一下我们这边四星，因为四星的这个一叉跟稀有挑战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挺有趣的哦。好，那么水果星这边直接出来的是我们的这边的这个不死灯笼鱼啊，也算是挺可怕的哦。那大家基本上这一集的这个标题大概就是，哎，这个纯片你们想看啥？你比较想看我们的这个，哎，哲平的猫咪大战争图鉴呢？哦，还是我们这边的这个真传奇？因为我们晚上9点影片的话，应该还是会打真传奇吧，好不好？所以这边就看大家怎么想，或是你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也欢迎在下面跟哲平分享一下。最近真的还蛮常出国的，就是一直往国外跑，腰了个修。好，水果星这边只要先把我们这边的这个不死灯笼鱼跟我们这边的这个不死灯笼鱼跟我们这边异星的这个翻车鱼打死啊，应该就没啥问题了啊。从不死生物的手中顺利救回了我们这个水果星，可以。感觉这一次基本上我还算是打得还蛮认真的啦，所以现在应该蛮多这个不死关卡应该都那个了。哎，没有，一二三，然后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然后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然后25 26 27 28 29 30 31，还有31关耶，其实还蛮多的。好，没事，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打一下我们的真传奇关卡了哦。真传奇关卡其实有些还是真的蛮恶心蛮可怕的，来看一下上次打到这个明星珠岛三星，然后伊卡肉丝的这个本能，诶，上次这关好像也没有打输啊，因为是上次在这个踩雷彗星 踩了超久，好不好？轻敌的下场哦。来，伊卡肉丝本能走起，这关的话基本上就是超多那个超多喷喷跟超多山猪哦。你这边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先这边12000应该是够用了，好不好？然后再加一下摄影师猫猫，摄影师猫猫直接打爆这个喷喷老师哦。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有效的对这个钢铁鳄鱼做一波这个打击，然后胡挪开喷走起，没有问题，继续喷继续喷，拜托了拜托了，哇！哇，还有这个红色山猪哎，我其实是比较怕这个红色山猪，我觉得这边加速要关掉，这加速不关掉好像挺尴尬的。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飞脚猫，我觉得应该还算是可以扛。哦，拜托，好像有点不妙哦。嗯，果然不妙，不行哎。你看，果然那个什么啊，果然就是那个差一个星星就差很多了。腰了个修，我看一下哦。这边布置，然后置换一下这个胡挪的，然后我觉得应该要带那个谁啊，应该要带肉骨兽吧，带个肉骨兽来打那钢铁吗？还是不用？变庆打猪嘛，对不对？然后不然就是这个摄影师猫猫下来，然后打这个，然后我们这边再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有可能要带那个苹果猫来暂停一下我们那个。你们觉得呢？我觉得胡萝卜要，然后苹果猫去暂停那个红色山猪，好像好那么一咪咪吧，对不对？好那么一喵喵，来看一下好不好？不然也是没办法的，跨麦级的喽。
然后肉骨瘦周期，就先打一个彗星一级，啪烂啪烂，来了来了，然后鱼人猫，鱼人猫鱼人猫，然后继续，先用鱼人猫先把这个喷喷老师给吃歪啊，不然没得搞。但我觉得肉骨兽好像没啥用哎、欸，肉骨兽好像对肉骨兽没啥。你如果真的要带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带那个谁，要带那个七岁岁应该比较好用的咪咪咪。完了，完了，怎么这么烂？怎么那么烂啊，我的天！好，没事。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超级稀有，哎、欸，不，传说稀有，然后七岁岁，然后把肉骨兽换下来，好不好？肉骨兽其实好像也，因为鳄鱼之前，钢铁鳄鱼之前，大家是跟我讲说，好像也不太需要，就是一定要就是弄那个彗星一起去打他们，因为他们血量很少这样子，大家是这样跟我讲。但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基本上那个喷喷老师他们也还算是一个麻烦的这个点，感觉好像还是要带摄影师猫猫哎，你们怎么看？然后我这边先把加速关掉。拜托了，七岁岁 ，nice， 这样对了，这样就对了，因为快速把他们给打死啊，我们这边才有更多的这个金钱，然后也可以就是帮助那个鱼人猫更早的碰到这个喷喷老师啊，嗯，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你有没有看到？他就是可以直接对他打一些伤害，然后七岁岁打鳄鱼，拜托，快醒醒！哇，完了，这个好像进到那个无法打到的这个位置了，哇，这还是很麻烦。Oh nice。表现得很好，再一个鱼人，我感觉这个鳄鱼好像都会那个哎、欸，都打不到。这边确实可能还要再一只那个，还要再一只那个哎、欸，还要再一只那个打漂浮属性，要不然这边的话，你看这个喷喷老师啊，那是轻轻松松把我们这边的苹果猫给揍烂了，各位，哼，完了，嘿嘿。又要没了，各位，怎会如此？好，没问题，否定。然后这边伊卡洛斯本人变请摄影师猫猫吧，再用一个摄影师猫猫。哇，我觉得七岁岁好像还行，但是好像也可以把它换成摄影师猫，就跟我们原本阵型是一样的了。然后换了一只那个苹果的，我想一下哦。应该可以换一下那个，换一下学生吗？学生会长吗？试试看。然后这边放两只盾牌，我们这边的这个强猫跟摄影师猫猫应该就够了吧？妈，不知道，加油！我只希望可以了，好不好？摄影师猫猫走起！哦，学生会长嘛，学生会长这边应该会打得蛮好的，应该可以打得比较多。啥去？啊？喷喷老师直接把学生会长揍死了，有这么强？完了，我怎么感觉这关怪怪的了？我怎么觉得这关好像怪怪的了？你们怎么看？我干拉怪怪、欸，怎会如此？他怎么这么轻松就直接？直接把学生会长揍掉了，搞什么鬼？欸，这个鳄鱼确实是挺麻烦的，还是我们应该用那个啊？应该就是用那个什么，用那个头锤猫，头锤猫的那个波动，直接让他们就是全部一波爆，然后学生会长也不要带了。不是欸，学生会长居然那么轻松直接被秒欸，啥意思啊？第二阶是击退嘛，第三阶才是那个。才是彗星一级，好，走起！拜托了，伊卡洛斯的本能 ，Go Go Go！ 来了来了，大款强猫，摄影师猫猫，往后面叠一个这个，这个开慢速，快，彗星一级，有。然后希望，哇，还是被揍烂了。不是欸，这怎么那么难扛啊？这只，那难道要带那个了吗？要带那个暂停的咯，好像可能要带个班长猫，或是那个谁而已。不然他没办法暂停到欸，因为他太嚣张了，各位。
看来可能真的必须带暂停脚了、欸。嗯，就可能也不要带什么头锤猫了，要带的是那个暂停的这个部队。靠摄影师猫猫疯狂摄影啦，各位。然后675，巨人猫拜托了，哎呀，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难搞哎、欸，我的天啊！搞到最后都没钱啦，各位，死定啦！哈哈哈哈